号称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卖，什么都不奇怪的。平价百货唐吉诃德 Don Quixote 近年来积极扩展海外版图，已在泰国、夏威夷、洛杉矶、新加坡等地开设分店。而日前更传出要来台湾展店的消息。一向以静安、便宜到吓人为卖点的唐吉诃德，不久前泰国分店才刚开幕，近日则传出将来台展店，不久后也许将能在台湾见到唐吉诃德的店铺。Don， 图片来源六瓜号。可爱的蓝企鹅是唐吉诃德的招牌吉祥物，也是商标。图片来源六瓜号。唐吉诃德几乎什么都卖，从食品、药妆、玩具、家电。Don， 图片来源六瓜号。Don， 图片来源六瓜号。各种搞怪小物等都有网罗。图片来源六瓜号。唐吉诃德除了是外国观光客到必逛的地方，其多样化的商品及便宜的价格也深受当地人喜爱，甚至有偶像团体在里面举办活动。